嘉琪啊，你喺另一间公司搞活动噶啦，嗬？搞过一个两个人。哦，得啦得啦 ，hit 咗你嗰啲咧，跟住做就得噶啦，知唔知？死啊！哮喘发作，仲要照肺。喂，你咁样唔得噶！好多人以为啲哮喘好小事，气喘嗰阵时候就攞支蓝色嘅短效气管舒张剂吸下。我都唔系成日咳同喘。你个气管成日都喺度发紧炎，就算平时唔系成日发作，症状轻微都可以有超过三成嘅机会有严重发作嘅风险，甚至乎有生命危险噶。快啲同你嘅医生倾下，睇下点样可以真正医好你嘅哮喘啦！